好，谢谢大家的鼓励与支持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表演的话，也欢迎到我的脸书粉丝专页熊仔提琴，还有他们的脸书粉丝专页缺席舞团。对，然后大家可以一起按个赞鼓励支持一下。那也别忘记了，我们台湾灯会落实垃圾分类资源回收行动，那台湾灯会欢迎大家来到这边。好，那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，谢谢大家鼓励与支持，谢谢。Thank you.